晚安，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我是韦佳琪。头条焦点现在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第七舰队在 Twitter 上证实美国的海军前色勒斯维尔号以及这安迪塔姆号正在通过台湾海峡，这也是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两艘的海军军舰第一次来通过台湾海峡。不过呢，这第七舰队是强调了行经的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的范围，那么中国东部战区就批评了，这美国根本是公开炒作，更说呢，这中共的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对美舰的行动是全程跟监警戒，一切动向都在掌握当中。甚至呢，现在这《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还说，他们保持高度戒备，尤其是他们随时都做好挫败任何挑衅的准备。看起来这火花一触即发。美军28日中午前释出热腾腾照片，证实舱色勒斯维号和安提塔号两艘飞弹巡洋舰正在通过台湾海峡，强调符合国际法。国军也随即证实。The U.S. Navy says there has been no interference from foreign military forces so far. The U.S. military says the movements demonstrate America's commitment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佩洛西4日围台后，中共围台军演6天。印太沙皇坎贝尔8月12号说，未来几周美舰就会通过台海，等了16天，现身了。离高峰期比较久的一段时间，他在派遣舰艇通过，不排除也是为了减少跟中共在台湾海峡可能发生意外或者是冲突的风险。这两艘都是台海常客，过去就曾来过。不过美方一次派遣两艘虽然不是首舰，专家认为有经过考虑。单派一艘军舰可能不足以呈现出美军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决心，所以他会想要调派两艘作战舰艇。共军说有全程跟监警戒，部队战区也保持高度戒备，但美舰巡弋路线很特别，8月16号在菲律宾海执行海上补给，23到24日现身东海飞行训练，4天后穿越台海。如果今天中共他的军演叫做常态化的话，那美国穿越海峡的行为以及在台海周边的一个自由航行是不是也是一个常态化？我想这个其实会是美国他会去希望表达的一个意思。毕竟共军在台海越中线采切香肠方式，意图改变现状，美舰如今实际行经台海，直接挑战区域局势，持续剑拔弩张。 TVBS 新闻洪富华、刘婷婷台报道。不过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美中的关系持续紧张，也让11月原本可能登场的拜习会现在也打上了大大的问号，有人评估就是岌岌可危了。美国之一引述分析家的看法，在美中高度对抗的这个时候，任何的事件都可能导致预定11月要举行的拜习会破局。我们也带您来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有讲到了，习近平在佩洛西访台前跟拜登在电话的会谈当中要求阻止佩洛西访台没有成功，所以显示他已经对美国失去信任了。拜登日前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设法在弄清楚要往哪里去。他说呢，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不是很确定，那么再加上美国跟南韩现在又正在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现在也引发了国际无限联想。南韩 KF-16 战机和美军的 F-16 一起翱翔天际，今年的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除了规模比往年来的大，还将乌俄战场上的局面融入演习中，更加重视实战训练。폭발물을실은미확인드론6대가국가중요시설인한국가스공사인천 LNG 기지상공을비행합니다이에고정형드론추적카메라소형비행차탐지레이다不论是反恐还是市区狙击枪手，全部都实战演练模拟。韩美已知军演已经在周五结束为期4天的第一阶段演练，周一即将进入第二阶段。UFS 는전시체제로전환해북한공격을격퇴하고또수도권방어를연습하는일부와또수도권안전을확보하기위한역공격과반격작전을연습하는이부로나눠실시됩니다新上任的南韩总统尹锡悦这次亲自视察地下防空洞，有总统亲自参与的军演实在相当罕见。네윤대통령은 UFS 나흘째인지난목요일오후비원전시지휘소를찾아17개시도단체장들을화상연결한가운데
只不过这次韩美军也目标是要让北韩不敢轻举妄动，但北韩到现在没表达正式立场，军方也没有任何直接武力挑衅行为。后续动向值得关注。TVBS新闻综合报道。而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共军随即在台海的周边展开军演行动，企图直接跟美国的军事还有政治来对抗。但是中共也被点出了一些缺点。 包括了他们缺乏尖端技术跟芯片技术，严重依赖美国的致命弱点，还有哪些呢？交给资深记者张允熙带我们来了解。 好，全球都关注的是美国的晶片法案哦。其中有一个叫做护栏条款，它是要求接受补助的企业10年之内呢，都不能再大陆扩大先进制程，也就是28纳米以下的产能。外界认为，包括三星跟英特尔受创是比较严重的。台积电其实只有5%的产能是在中国大陆相对影响是比较小的。而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也代表了限制了中国大陆生产先进晶片的能力。 还有减缓大陆晶片产业的进步发展。另外，在美中之间呢，这也代表着研发技术的差距是逐渐扩大的。外界认为，这是从源头就阻击了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现代的战争其实也是一种晶片的战争，因为有不少的战争内容都是需要透过 AI 来协助的，包括了导弹的攻击、动态目标远程打击，还有协调。 火力、无人机群跟网络攻击等等。举例来说，中国大陆呢，他们目前在测试极音速飞弹用的是超级电脑，而这个超级电脑其中是美国的机械，而晶片呢是他们用美国的软体设计之后呢，交由台积电来生产的，所以晶片占了很大的分量。 外界认为，如果没有超级电脑的话，这个极音速飞弹恐怕需要10年的时间来研发。大陆的微博又有人贴出中共无人机飞过金门外岛防区上空的画面，国军也证实昨天傍晚短暂的掠过了4分钟的时间。经防部的发言人表示，未来将不排除采取驱离的方式，甚至直接击落都有可能。不过，面对于现今的 SOP， 有专家认为，陆军还是干脆向空军调拨无人机干扰枪，恐怕比较实在。 无人机抵近我防区上空，这是对岸微博流传的最新画面。我港哨卫兵拿着无线电狂联络。另一头的官兵跑出来查看，休假人员也奔走通报。陆军证实，8月27号再度有民用无人机闯外岛防区，这次地点在小金门，时间是傍晚5:53，经示警4分钟后离开。 后续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清理，他如果再三的盘旋，可能我们就要采取把它击落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说重话不排除未来会提升应处程度，对岸故意剪辑释出这段影片也是认知作战一环，只揭露官兵通报画面，但就问现在的 SOP 为何？据了解，先发先后立即通报，再吹哨广播以及发射信号弹，过程中也需拍照为之后辨认所用。我们都知道来袭的是无人机，请问我们广播驱离有用吗？好像没有用。你射信号弹给他，请问他看得到吗？他看得到，他会做反应吗？不会。认为要等中科院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明年就位，太慢。专家点名有更直接方式。 这是无人机干扰枪的模型，看到可以采单兵作业，目前国安局警政单位以及空军都有，独缺陆军的前线官兵。去跟尤其是空军的单位调拨，击把这个无人机干扰枪过去应急，我觉得这是比较快的方式啊。我们不妨就赶快修正相关的舰战规定，甚至第线官兵使用枪械的一些准则，甚至比如说下次无人机来袭的时候，直接朝对空开枪示警。 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僵化流程，常说非常时期要采非常手段，但这手段也要准备才好。TVBS 新闻出稿后，刘婷婷台报道。 这算亲门踏户吗？就在大陆民用无人机又跨海闯进了金门不到一天，微博又出现自称厦门的网友，他也用无人机飞到了金门，拍摄到台湾人招手的画面。现在甚至还有大陆的网友号召网红们干脆用无人机飞到金门做直播来打卡，让很多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
28号中午，有人在微博发出影片，表示从厦门启动民用无人机飞往金门。画面中可以看到，无人机经过一片水域后，飞行在一座岛屿上空。除了可以看到大片的绿地，也清楚拍下住宅区和街道，甚至连路上轿车都拍得清清楚楚，还有台湾人朝着无人机招手。有军事迷透过 Google 地图比对判断，画面中的岛屿的确是金门，镜头还拍摄到了马山波音墙。再算算厦门大邓岛到金门马山观测站距离，大约只有 5.88 公里，的确是无人机可操控的范围，而且网络画面显示的区域还刚好就不在无人机的禁航区内。另外从飞机起飞的画面来看，外观非常像大疆公司出产的热门款式。对于这画面是真是假，国军还没有回应，但先驳斥大陆民用无人机拍摄到国军战情挂图。根本也不是什么战情图，战情图怎么可能像大拉拉的放在一个据点，据点不会有重要的东西。大陆无人机一再扰台，现在微博上甚至出现大陆网友号召网红们都去飞无人机开直播打卡。如果一旦成真，国军思考应对方式的时间压力恐怕更加紧迫。 TVBS 新闻张志明、刘婷婷综合报道。最新消息带您关注到大陆的无人机频频入侵金门列屿地区，甚至低飞空拍我国的战情资讯。国防部今天晚上宣布了，即日起要对大陆的无人机等飞行实体将采取包括驱离等适切的反制手段，以确保国家安全。不过镜头焦点带您转到了是今天的政治焦点，国民党的全代会。那么今天的全代会大家的焦点都放在是不是真的能团结呢？党主席朱立伦强调了，这2022年要反乱拨正，那么2024才能重返执政。那么现在党内喊话说，自私不会有未来，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派，为中华民国好，也为台湾好。2022，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我们2024才有机会重返执政。要大家万众一心，国民党全代会登场，党主席朱立伦立下目标，凝聚内部向心力。我们有意见有批评可以，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国民党永远是中华民国派，就是要中华民国好，要台湾好。为了台湾无私付出，这条路走得颠簸，无论外头多少风雨，朱立伦要同志们都要挺住。只有自私，党不会有未来，只有大家共同为大我来努力，国民党才有共同的未来。今年的全代会只有一个中心任务，就是2022年我们团结胜利。朱立伦对内信心喊话，也不忘把炮口瞄准民进党。面对民进党掌握无限的执政资源，掌握了媒体各个的力量，还有他的网军，各种的方式来打压、抹黑、攻击我们的候选人，我们自己一定要戒慎恐惧。全代会上率领全党展现气势，朱立伦要拼出国民党在年底的好日子。 TVBS 新闻总报道。美舰穿越台海，抗中保台的议题也在发酵，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就说了，已经感受到一些压力。学者就认为了，虽然还不见得是对朝野哪方有利，不过以现在的局势来判断，中国大陆刚公布的台湾问题白皮书当中已经讲到不排除用武力的篇幅越来越多了，这也可能间接影响到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松山高中前面那一块，拜访里长，深聊地方事务。11月就要投票了，对参选人来说，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共大规模围台军演。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却宣布率团出访大陆，让党内的亲中派气到连续发声明，呼吁党中央能停止。对于台湾老百姓来说，会觉得情感是有受伤的，会认为说，对岸其实拿着这个军武大炮在我们门口耀武扬威的时候，我们却派人去跟他们去谈任何事情，不知道，那大家就会有个想象说，你是去谈的什么？那你谈的内容可不可以让台湾的人民知道？
那我觉得在这样不恰当的时机点，国民党现在去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比较反对的。这样子一个被抗中保台的牌被无限上纲之后，我相信不止对国民党2022今年的选举不利，甚至2024都不利，因为他整个党的形象会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因为被扣红帽子的定性。好，基层的参选人感受最深，时机敏感，做什么都会被曲解，吃力不讨好，何苦把火引到自己身上？而且两岸关系是执政党要负的责任，抗中保台神主牌在选举时常出现，统独议题在大选中一直有影响力。2014年因为有太阳花学运，当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2016年总统大选也落败，2018年相比之下统独影响较小。学者认为目前抗中保台牌还需要时间发酵。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呢去大陆参访，那么这个时机呢我想有一些的争议啊。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一些的地方的首长也公开反对啊，包含台中市长，包含新北市市长。中国从1993年来第三次公布台湾问题白皮书啊。通常这个白皮书呢主要是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呢提出他的基本的主张跟他的对应的作为，他有一些反制的作为。那么这个反制作为呢以前比较是一般性的所谓不放弃武力呢，那么在这次的白皮书里面呢他有特别强调会以非和平方式针对于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势力来反制这个比较像是反分裂法的一个表述的方式。抗中保台牌难免有影响，这次时隔22年中国大陆再次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有学者认为台湾要正视两大危机，第一个是大陆已经将统一变成立即性任务，第二个是中国大陆从1979年开放至今都是主张和平统一，但这些年公开主张不排除武力，这回在白皮书里面篇幅不小，显示对岸加快步调了。而这次裴洛西访台，美中关系两岸关系的紧张氛围都更加严重，应该是1954年以来到一直到今天美中的军事对峙是最严重的一个时期。那么它同时也是1958年金门炮战，我们又说823炮战以来两岸军事对峙最严重的时期它要超过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管案，还有一个就是2001年海南岛上空的美军擦撞事件美中军机擦撞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会发生战争，因为美中东都还有许多他们必须要各自应对的国内的一些议题所以他们会建立拜登所谓的护栏。战争不会马上发生，但不代表不会发生。而中共一旦持续军演，九合一选战的主轴将从地方性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演变为强烈政党对决，抗中保台又成为最佳助攻手，让选举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政策失焦。 TVBS 新闻柯胜雄、焦汉文、王一杰台报道。镜头再带您聚焦到乌俄战争上面去。面对俄罗斯的入侵，现在乌克兰再度传出捷报了。那么现在卢甘斯克的州长盖代呢，他就在脸书上表示，乌克兰军队空前的成功来空袭俄军的临时总部，还炸死了200名的俄国伞兵。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急签署命令增兵，不过美国军事专家却认为，你临时增兵又因为训练不足，对于战争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影响不大。火箭炮发射瞬间火焰四射，最后命中目标。乌俄在乌东边境交战，如今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州长盖代宣称，乌军25号晚间成功空袭俄军位在卡季伊夫卡的临时总部。州长在官方脸书上大秀战机，表示乌军将飞弹射入一间被俄军占领的卡季伊夫卡饭店，炸死了200名俄国伞兵。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始终无法完成使命，逼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只能签署增兵法令。普京没有为增兵说明理由，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死伤惨重，外界不禁质疑俄军的训练出问题。The leadership programs, how they develop their young leaders.To lead troops, but also their senior and mid-level leaders, their officers, is just not very good anymore.
And then you add to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eing in an organization, working in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highly corrupt. Their government is truly an authoritarian kleptocracy now. 反观乌克兰，除了不断送青年军赴北约国家训练，现在更积极训练车臣的抗俄志愿兵，希望能早日将他们送到乌东前线。Enemy who was killing our people in Chechnya, in two wars at Chechnya, and now the same criminal is coming to Ukraine and killing Ukrainian people.原来这些志愿兵大多是俄罗斯入侵车臣后逃亡西欧的车臣人，他们来到基辅郊外的临时射击场接受训练。乌克兰官员表示，车臣营目前有数百名志愿者，他们未来也将与乌军并肩作战。 TBB 新闻综合报道。俄乌战争还在开打，但传出有乌克兰的前情报官叛国，想要投靠俄罗斯，却在开车的途中被炸死了。现在影片也曝光了，怎么回事？交给记者张允熙带我们了解。确实，乌俄之间呢，最近有几起汽车炸弹的攻击。最新的这一位是前乌克兰的安全官员，他2014年的时候就叛逃俄罗斯这一方了，然后担任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是在8月11号的时候遇到他的车子上装了炸弹，当街就爆炸了。他人虽然有逃出来送医之后，没几天还是宣告不治了。而乌克兰对抗叛军的组织呢，他们话是说得很重，他提到说通敌是有害健康的，他也提醒说很多叛徒啊都希望这个报应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但他们提出说这都是徒劳的，这个希望是不可能会发生。另外，英国的《每日邮报》也提到说，他们获得一份8月22号的文件，上头提到说，俄罗斯在考虑要将克里米亚半岛上头所有的战机都要暂时的撤离。再来要带您看看前线的乌克兰军医抢救的画面，现在曝光了。年仅24岁的乌克兰军医用密录器记录下马里乌波尔最前线抢救乌克兰伤兵的过程。很多人看到这样子的画面都觉得相当惊讶。他也说了自己不怕战火，但希望能够在战争当中挽救更多的乌克兰军人生命。冲下车就闷着头往前跑。这位乌克兰军医在俄罗斯迫击炮火力覆盖范围下，想尽办法抢救受伤的乌克兰士兵。眼前这一位全副武装、身材苗条的军医，今年不过24岁。他说自己不畏战火，只为了在乌俄战争的最前线抢救乌克兰军人的生命。除了军医以外，前线奋战的乌克兰人还有他们。27号是乌克兰的航空节，乌克兰国防部释出这段纪录片，要向空军战士致敬。Повітряні сили України були збережені з першого дня вторгнення з честю виконують бойові завдання. За півроку 18 льотчиків отримали звання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ще десятки відзначені державними нагородами.无人机也在基辅上空拉起荣誉旗帜，在空中随风飘逸，画面十分壮观。除了庆祝航空节，乌克兰军队在顿内茨克继续使用德国和波兰提供的自走炮抵抗俄军攻击。只是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又遭遇俄军 S-300 飞弹对地空袭，市区马路中被炸凹一个大洞，造成至少一人受伤。Если бы я знал, как эт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еще. Вот, да. Это вопрос такой, это вопрос, наверное, скорее всего.远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冷眼旁观这场打了超过半年的战争，他们认为乌克兰人不会投降，两国的平民百姓恐怕还要继续无辜受害。 TVB 新闻综合报道。俄乌战争开打之后，美国带头的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喊出要制裁俄罗斯，但现在就被发现这是不是只是一句口号喊喊而已，因为美国就被发现一个月内进口俄罗斯的商品就超过了10亿美元。怎么回事呢？再交给允熙。好，乌俄开战之后呢，是有不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寄出制裁，但今天要告诉你，你知道吗？原来美国啊，在乌俄开战之后呢，还进了大概3600批的俄罗斯的货物哦。每个月呢，这个贸易额啊是达到10亿美元。前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他就提到了，
当祭出制裁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也是会扰乱全球贸易的。那到底有哪些东西现在还可以从俄罗斯进去美国呢？一个啊是金属，因为俄罗斯呢是这个铝钢还有钛主要的产地。石油的部分呢，除了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可能有提出一些缓冲期，部分石油公司提到说，他们虽然是从俄罗斯港口出口石油，但这个来源其实是哈萨克。木头的部分呢，俄罗斯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木材出口国。化肥的部分呢，美国进了100多批，子弹呢则是进了4000吨。在核物质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没有在制裁名单上的。另一个没有在制裁名单上的是日本的二手车，因为日本的禁令啊是针对600万日元和台币大概是126万台币以上的高级车是不能去俄罗斯的，但二手车不在此限。六月呢就大增到40亿台币。另外哦，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汇率的关系，卢布升值，日元贬值，导致这个消费力增加，因此日本的二手车就卖去俄罗斯了。科技讯息带您关注到的是 iPhone 14下个月就要发表，不晓得民众准备好了吗？其他手机大厂也陆续推出特色新手机，好比像是三星的三防机不怕摔，或者是折叠机型让你把500万的镜头转过来当自拍镜。小米手机甚至已经画素破亿了，而且 Nokia 也推出了复刻机，让你光是听到铃声就很有感觉。熟悉的铃声，不晓得你听了之后是不是回忆涌上心头。过去的手机知名大厂其实现在还是持续推出这一类的复刻机款，你别小看它这样子还有按钮哦，其实背后打开来藏有玄机，它内建蓝牙耳机，拿出来真的就是蓝牙耳机，充电不用怕忘记带盒子，反正放回来就是回充嘛。小小一只有数字键盘，按米来解锁，是不是好久没有这体验了？里头游戏回归单调，像贪吃蛇也可以拍照，但只有30万画素。Nokia 5710才刚上市，3000有找，可以看脸书，不能攒 Line。基本上虽然持续推不同类似机款，客群还是以3C 收藏迷或不会用智慧型手机的高龄者为主。故意摔到地板上，没惊啊！这只主打美国军规防护认证、防摔又防水的 5G 手机，有些工程人员必须长时间戴手套也能继续滑，同时把以前才有的换电池功能摆回来。另一只 Z Fold 4折叠旗舰，5000万画素主镜头拿来自拍，看看前面这一大片萤幕，其实我有办法透过这个萤幕直接来自拍。好在哪里呢？好在我可以直接透过前面看一下我现在的状况，而且是用后面的主镜头拍的。这次主镜头的画素有5000万画素。同样有特殊功能的还有小米12 Lite， 机身轻薄但镜头不简单，主镜头不是千万画素形容，达1.08亿画素，前自拍镜也有3200万画素，自拍更不需要网美灯，手机内建帮你补柔光。那这些其实不管是果粉也好，或者是一些消费者，一定是有新奇感。那只是说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在意萤幕尺寸要变大，然后呢续航力要提升。各手机大厂较劲比酷炫。 TVBS 新闻陈建明瑞台北报道。2022年第二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比起往年同期衰退了8.7%，手机出货量大幅减少。专家也表示了，乌俄战争跟通膨的影响其实是左右手机的销量关键。下半季呢，各家厂其实也会推出新手机，但是也释出了手机疲软的讯息。架上琳琅满目，各家手机争奇斗艳，比款式，比性能。旗舰手机推出，但随着各项压力因素，智慧型手机出货连四季下降。这两年可能整个在经济以及在个人的收入这个部分，有一些行业并没有增加，所以它能用则用。那以前呢，每2年换一次，可能现在改成每4年换一次。根据国际数据资讯全球行动电话追踪报告，初步研究结果发现，2022年第二季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年对年衰退8.7%，该季出货量下降到2.86亿台，比预期低了3.5%，出货量连四个季度减少。专家表示，严重通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影响个人消费，全部地区的库存都在增加。以我们的资料显示呢，其实有70%的电子业都增加了他们的库存，所以用目前现在来讲，好，大家手上的安全库存量都是高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包括通膨、
升息，中国的这个清零风控，还有俄乌纷争，事实上其实对产业的冲击力倒是很大。区域的角度来分析，2022年第二季最大的衰退落在中欧跟东欧，乌俄战争影响相当关键，年成长下降 36.5%。 数量的角度，中东欧只占全球出货量 6%， 全球出货量下降的最大关键在于中国大陆，年衰退 14.3%。 亚太地区不含日本、中国，占全球总出货量的近一半，第二季也下降了 2.2%。 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地区也都出现了中个位数的下降趋势。联发科呢，它身为全球智慧手机的晶片龙头，它的看法当然就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那其实联发科从去年第四季的一个法说里面，它对这个今年的智慧型的一个手机，它的看法是乐观正向的。那到今年的第一季呢，从乐观正向下修为持平，那第二季呢，又变成了从持平又下修。那全球的一个智慧手机呢，它下修到12亿到12.7亿只，这个下修的幅度是非常的大。手机晶片大厂联发科看法谨慎，表示整体市场不确定因素多，半导体库存调整将会有2到3季，下修今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评估，降幅约6%到12%。两大非屏手机厂牌也都释出对下半年手机疲弱的讯息。专家表示，通膨严重，手机越来越贵，新机款如果没有特殊功能，很难吸引民众购换新机。外界都预估呢，手机在下半年整个销售的数字会整体往下修。除了现在手机的运用跟寿命越来越长，如果没有特色出来的话，恐怕也难以吸引消费者。加上通膨的影响，整个手机的命脉在下半年有的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手机品牌呢，有一点想要把它突破卖出去呢，你必须的那个卖点一定要够，或者是呢这个品牌性要够强。所以我看到其实我附近很多朋友们，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就是单压 iPhone 14，看能不能把它卖到非常好。如果 iPhone 14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手机整体的销量带起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哇，今年手机真的是很惨淡。 1, 2, 3, 4。过去传统八月是新机发表期，包含三星、华硕都有新机发表，小米也将推出多款新品，苹果也即将在台湾时间9月8号举行线上秋季发表会，公布新机 iPhone 14的价格款式。各家大厂卯足全力拼销量，但通膨、功能性左右手机命脉，短期内似乎难看到曙光，下半季手机运势仍旧扑朔迷离。TVBS 新闻叶俊宏、莱明台北采访报道。今年上半年，台北市就有5个行政区的预售屋比成屋贵了50%，有7个行政区的预售屋每平成交均价竟然破100万元，这是以前很少见到的。民众换屋恐怕只能越换越小了，受到了这材料上涨、人力变贵，再加上土地成本的影响。我们就以台北市的北投区来看，预售屋每平的均价就比成屋高了30万。疫情后呢，要买新房可能也会考验小资族他们的口袋够不够深了。那主卧室的空间来说的话呢，卫浴的部分是在整个房间的最后侧。虽然是民俗月，但民众看屋兴致不减。像伸缩型的水龙头，三房两厅两卫浴，厨房空间适合让主夫主妇可以好好发挥。我们这个案子是环山的一个条件，位于北市内湖区预售屋开案不到3周，热度不低。很希望给自己一个目标，在这2-3年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家。那内湖的话，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近方便。房市走升，营建成本上涨，新案价格维持一定高度，小资族舍成屋改买预售屋有自己的考量。如果我们假设银行贷款是80%的情况下，我如果今天要买成屋的情况下，我就是必须自备款，我就一定要拿提拨20%。但是如果说相较于预售屋的情况下来说，同样都是贷款80%的条件，那相对的我前面的那20%，它就会是按照工程期去做，我们的逐年的按照期数的去做缴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算是蛮轻松的。但真的要下好离手，门槛还是稍微高了点。比对实价登录资料，预售屋价格比成屋还要贵上50%。北市预售屋还有成屋均价差幅超过50%的，包括北投、内湖、大同、中山和松山。另外有7个行政区的预售成交均价已经突破100万元。专家分析，买家换屋可能会越换越小，或者是转往价格更低的区域。
北市十二行政区预售与成屋的成交均价差最大的是北投，预售均价比成屋高54.6%，成屋均价每平54.5万元，预售每平84.2万元，一平就差30万元。蛋白区的话表现还不错，像如果说有产业支持，像我们说的内湖、南港以及像现在的北市科，我们说士林北投这一区来话，北市预售屋每坪价格最低的区域分别是万华区的68.2万元及文山区的76.9万元，尽管已经是最低价格，数字却还是不怎么亲民，毕竟供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在我们所谓的付款条件以及这个付款的弹性上面来说的话，还有呢在我们说的这个预售屋，它是可以做客户变更，有一些客变的程序上面，相对对比较小资族或者是首购或者是换屋的族群，它是有相对的诱因跟条件的。现在预售屋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今年下半年的平均地权条例的排修啊，转手的这个对象啊，要在三等亲之内哦，所以对于很多购买预售屋的，不管是投资族群或者自用族群呢，其实都会有多一点的疑虑哦。如果是刚性自住需求的话，就会转向成屋的市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成屋或预售屋各有优缺。根据内政部资料，台北市房价所得比达16.22倍，也就是要16.22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依照当前经济环境，房价是否真的回不去了？做推案的这些预售屋，最明显的呢，就是受到首先它的一个土地成本大幅上涨，它的取得成本在标售的过程当中呢，常常都是标下天价哦，说创新高，所以呢，第一取得成本就高，再来在这几年因为乌俄战争，然后呢，在国际上面的一个物料啊，或者运输啊，成本都增加，很难会导致后面的它的一个末端售价可以下修的空间。专家认为，尽管下半年买气有降，但因为成本增加，能溢价的空间有限，房价难以下修。高端买方疫情后追价意愿高，但一般小资族恐怕还是得摸摸口袋有多深。 TVBS 新闻，徐坤山、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根据房仲业者统计，今年的上半年，七大都会区的净迁出人口的前十名的行政区，光是台北市就占了8个。而观察这净迁入的人口行政区，前两名竟然都坐落在桃园。高房价跟高物价让很多的人都选择离开天龙国，不过不像以往都会以新北为首选，现在连新北他们可能都要再继续往外围找，形成了甜甜圈效应。因为台北房价真的是我们连错愕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停留太久。在公司担任品牌行销主管的张小姐刚结婚不久，家里从小在新店租房，房东佛心，十年没涨房租，但因为要都更了，她和老公开始找房子。后来发现现在的租金已经都25000起跳左右，用我可以负担的房贷去回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说自己只能买在35万以内，甚至30万以内，那每坪单价要30到35之间，其实双北已经没地方选了。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是一定要跟长辈一起住，那长辈关节不好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先撇除了淡水、八里这些靠海的地方，靠就是湿气比较重的地方。租金太贵，决定买房，但房价更吓人。她和老公从新北市一路看房看到桃园去，后来买了桃园的预售屋。张小姐评估到台北上班的时间跟原本不会差太多。我就不说在哪里，反正就是去，室内只有11坪，可是他就1300多万，他说换算起来一坪就是40几万，那我连。而且就是一间房间，一加一，啊，那个一也是很小，连一张单人床都放不下。那你如果坚持要买在双北的话，你就要牺牲生活品质。不想挤在鸟笼里，往外围移动，脱北族越来越多。根据统计，上半年七大都会区净迁出人口前十名的行政区，第一名是台北市的大安区，迁出了8000多人；第二名是士林区，6000多人；再来呢，则是中山区，有5000多人。台北市在前十名当中就占了8个。
七大都会区净迁出人口第四名是桃园的大园区，第九名是新北市的中和区，其他像是台北的信义区、内湖区、松山区等等。而净迁入人口的前十名行政区，第一名是桃园市龟山区，有1797人。二字头的房价吸引到不少以通勤时间换取房价空间的双北首购族群。再来是桃园观音区，净迁入1489人。第三名是高雄市的仁武区，有689人。那为什么就是台北市会就是净迁出人口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想有就是三高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物价相对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高租金以及房价就是持续的一个高涨，所以就变成是说市中心的区域可能就变成一个比较空心的状况，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甜甜圈的一个效应。如果是往蛋白或蛋壳，尤其是蛋壳区，其实它的就要看它有没有就是就业机会的一个支撑，还有就是说它的生活机能是不是能够符合自己的需求。房仲业者观察，甜甜圈效应不止在台北，七大都会区也陆续出现。民众从市中心搬到郊区或其他地方，都市人口减少，就像甜甜圈中间空了一圈。而年轻的首购族会沿着捷运和国道往外扩张找房。一般的大型的从化区至少要10到15年的初期发展期，它才会慢慢趋向于成熟。林淡三溪，比如说林口、淡水、三峡跟新庄、富都新，还有头前从化区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过去是鬼城，那房在前一波空头的时候，房价修正的非常剧烈。以新庄、富都新来讲，在前一波多大多头的时候，房价涨到了60几万。可是，在空头修正的时候，既然惨跌到三字头，那惨跌到三字头之后，最近这一波多头又快速的拉升，现在又回到了六字头。如果现在民众要到鬼城去看房子的话，会发现哇，现在鬼城的房价真的连人都买不起了。不止走出天龙国，新北市也越来越买不起。当交通网络越来越便捷，促使人口流向周边蛋白区、蛋壳区、外县市，加剧脱北潮。 TVBS 新闻何家阳、萧玉强、王一杰台报道。中秋节快要到了，已经有不少民众开始烤肉，只是买了带壳牡蛎来烤。烤好了之后，打开却发现里头附着着像这样绿绿黑黑的条状凸起物。专家说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俗称的蝌蚪，因为牡蛎养在盐分比较低的地方才会出现，但是还是不影响食用。中秋节还没到，但有民众已经开始烤肉。烤好的带壳牡蛎打开，却发现里头怪怪的。牡蛎壳内部附着着绿绿黑黑的条状凸起物，看起来像青苔，也像石头。民众在脸书社团发问说：“这次烤的蚵啊，壳里面都有这种黑黑的，好奇这是正常的吗？”哦，它是很正常的东西，我俗称叫做蚵仔啊。迄是算做其他家具的所在，才会有经营。应该不影响，它不会跟那个蚵仔连社会。专家解答，会出现蝌蚪是因为海水盐分较低所造成，属于自然现象。不过中秋前后是牡蛎需求旺季，但养殖重镇嘉义东石近期出现牡蛎大量死亡。这拢是的，这拢是靠因为蚵类关系来影响到整个产业。整个咱嘉义所有饲的拢有蚵类在吃，都最安全是都。东石牡蛎死亡是因为天敌科罗把触角钻入蝌壳里吸食蝌肉所造成，加上天气炎热影响产量和价格。养殖牡蛎的每公斤平均价去年8月110.2元，但今年同期要141.4元，涨幅超过28%。烤肉吃带壳牡蛎以国产为主，进口生蚝因为价格高，而且冷冻也比较不适合烤。另外，中秋节前也是水梨产季，但有民众享用前发现果肉有斑点，这其实是水梨木酸化，幼果时期细胞产生局部空洞坏死。果农说，这不是烂果，不影响甜度和口感。至于成因，像缺少钙和硼等元素，另外天候、氮肥、生长剂或品种都有可能。不过果农说，从外观很难判别，装箱前会尽量检查，把疑似有木酸化的水梨挑起来。但如果民众介意，可以挖掉木酸化部分，不过直接吃也没问题。TVBS 新闻杨清波记者洪俊伟台北嘉义报道。大白鲨真的是深海霸主吗？在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岛，却发现这群大白鲨身上居然有伤痕，不是唯一的霸主。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海里，一场深海擂台赛正在上演。
一只大王鱿鱼死命缠住大白鲨，大白鲨张嘴反咬，打得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为了这惊人的画面，科学家透过一系列实验，希望证明大白鲨对大王鱿鱼谁才是深海霸主。Squid is some of the most mysterious creatures on the planet, particularly some of the bigger species like the giant squid. 研究团队特地深入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岛，因为这里栖息着规模最大的大白鲨群。Even though the researchers can't place a white shark in an arena with a giant squid, they can put them in one that simulates their presence with Zend. This frame right here, I'll load it up with some tuna, and the frame behind me will have squid. It's marked with black tape on the side, so you know which one is which. 不同诱饵同时放进海中，就是要看大白鲨会去吃哪一种。I can see it circling the squid down there now.鱿鱼的气味更是让大白鲨的攻击性倍增，甚至直接冲撞诱饵，做出掠食性攻击。其中一只大白鲨身上有着一道道奇特的吸盘伤痕，科学家研判这只大白鲨曾大战大王鱿鱼，而为了进一步了解它们之间的食物链关系，视力成为下一个实验。So we have a camera with essentially these little lights that mimic the bioluminescence.这一系列的实验证实了鲨鱼对大王鱿鱼特别感兴趣，同时证明生物荧光会吸引大白鲨的攻击。不过，大王鱿鱼也不是省油的灯。The giant squid's heightened visual sense makes it challenging to get close enough for an attack. 大王鱿鱼甚至还有一个秘密武器。They've got this jet propulsion. They can move through the water really quickly, so the sharks need as much intelligence as they do power and brute force.大白鲨展现高超智慧，在几次猎捕失败后却能随机应变，发展出不同策略，成功吃到诱饵。看来要争夺深海霸主宝座，智慧和蛮力缺一不可。 TVB 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